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来玩的是奇瑞人刀的霸者啦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来抽的是哈，今天送的免费尝试抽啦。那是新春纪念的天运的引导。那他有送三个石头啦，所以第一个石头。然后我的朋友刚才抽了啦，然后他是抽到海因特，还有一个是抽到那个盗贼的原盗贼的管家。哇，只有蓝哦。他是叫什么啊？西斯克特，还有一个是抽到学者，就是一开始出的那个学者，我忘记叫我名字。总之，他们都抽到五星啦，看有没有机会我也抽一个五星，不然就真的是有点难看了。然后我那个抽到海因特的朋友呢，是我之前帮他手抽抽到那个。塞拉斯他的塞拉斯是我抽的，然后他自己抽一个海因特。说起来呢，我原本是要做代抽的，但是呢就因为我的耳机的问题啦，就是我的麦克风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也不懂要不要做。因为那个塞拉斯呢，其实我在那个活动呢抽到三只塞拉斯，就是我自己本人抽到一只，我朋友有两个朋友玩嘛，我两个朋友的塞拉斯都是我抽的。所以呢，我原本是要做代抽的啦，但是后来就没有做，因为我的麦克风有点问题了，所以我也是想说等买一个新的麦克风再真正的直播了，不然声音有一点不是很顺了，然后你们听了也不舒服，那我就不直播了，就有一点可惜啊。不然我觉得塞拉斯那个活动其实我可以抽很多只，信心十足啊。但是就是可惜了，哇，二十抽爆死了，不是吧？我这么惨哦，我的免费三十抽，最后一个十抽了，拜托给个机会，我朋友都中五星了，拜托，有没有？哇，都是这种有点黄黄的，但是又没有的，啊，还是蓝蓝。你们有抽到塞拉斯吗？话说回来，现在塞拉斯的活动结束了，有点可惜啊。因为塞拉斯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抽到一只啊，至少要一只啊，因为你打活动关卡那些基本上都是很容易过的，只要有塞拉斯，因为他前期就有一个32等的书哦，你把塞拉斯练到30，哦，这个出这个。拿这个斧头的钥匙，刚才那个女的很强。然后前期就有32等的那个学者的那个武器啦，所以还蛮强的塞拉斯。可惜啦，活动已经结束啦，没有抽到的加油吧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对人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我是阿伦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哇，超级可惜的啦，我三次抽完全没有诶，全部失信。超级惨的，呵呵。